最先起火的是大厦二楼。浓烟不断向上升，笼罩住整栋大厦。有住户要挥动毛巾求救，又有人走上天台逃生。在火警期间，有住客要打上去电台求救。快点上来救我们啊！我现在这里很危急，快点上来救啊！他们的消防员在下面上不来啊！另外消防员找人来救援啊！快点找人来救援啊！现在我有些烟是这样攻上来啊！又被救出的伤者要戴上氧气罩即时送院。火警中两名消防员殉职，他们被救出的时候已经昏迷。殉职的消防员分别是46岁的队牧萧永芳，同埋刚入职一年的消防员陈少龙。两个人分别被送到去广华医院和伊利莎白医院抢救，之后证实死亡。